然后等一下，没问题，两颗了。另外第三颗也出现，第四个，哦，很顺哦。第五个，第六颗有，哦，第四个点了，目前累计六颗的进球。第七颗，第八个，最后一个点，还有十一秒，九、十，李焕抽一个十，相当可惜，不过也是很相当不错的成绩。